夕阳色彩学，让学习色彩变得轻松又简单。吕林老师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和台艺大美术系，在大学唯一被当掉的科目就是色彩学。吕林老师不喜欢拿着厚厚教科书加传统教学方式，学习色彩学就该到户外去。大自然是最棒的美术老师。许厝港湿地夕阳倒映在吕老师爱车玻璃，橙色夕阳加蓝色汽车，夕阳加天空是蓝橙对比色，对比色又称相反色。想要创造有朝气活泼的感觉，就可以使用对比色配色。吕林老师擅长用记忆学创造一看就懂、一学就会的方法。夕阳加汽车，夕阳加天空，让学习色彩变得轻松又简单。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，我们下次见。